好吃的我一次我也不吃，很难。那么这样子健康都不能断，那么怎么了生脱死呢？一定断见贺思贺，那么才能了这个分断生之苦，这个四大假和这一份这一段，怎么了生死呢？那么念佛可以，念佛呀，这是阿赖耶识的心海上一片都是念佛的种子现行，念阿弥陀佛以现缘分现行，阿弥陀佛以四十八愿在这个大圆净智中来接引我，佛的事佛的智和我们众生的现恨的智和心恶来也是的事啊，那么和佛心心相印的时候，我们能感佛能应，佛能应我们能接受佛的应，这是化成心法能接引我生心法去。那么不然临命尊阿弥陀佛一座圣众现在其前世人众生心不颠倒的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具足，那么有好多些人临终见这个冤家债主家亲眷属亡魂呐、过夜啊，以至于黑无常白无常阴曹地府的压抑来用铁链子锁去拉去，那么那就苦了，或是冤家债主现身披头散发啊，那么满身是血来扑，那么这就苦死了。所以是这个念佛法门佛接引，那是太难得太难得，也是了生脱死的方法。我不能念到正果呀，我不能念到见断惑呀，可是我心海上说愿将西方九品莲呢，那么遍知我们众生心海上，我们一片念佛的心愿恨，那么佛来接引我生心法，那个心灵的感应就是如此不可思议。那么这是命中啊，信缘恨啊，就有这么大的功德，了生脱死，可以不用断惑正真，而深信切愿度恒，那么往生西方，原理就在这里。所以研究阿弥陀经的利用，变这个用，变利用，就是我们为了去往生西方，了生脱死，正是这五浊恶世，将来越演变。越作恶，众生越苦恼，不晓得将来佛法能不能继续存在这个世界。所以是我们越往生西方好，这个世界太苦，佛法也那么不是，说是达摩祖师来传法的时候，也不是智德大师，弘扬天台的时候。也不是玄奘三藏西域取经回来的时候，已经有正法相法而进入末法的时候，那么杀父杀母，那么灭门的惨案啊，那么种种的，那么过去人画地为牢，现在的人在监狱的时候能把铁皮啊那个糖啊能给那么用成铁链把它磨断了抛出去，那么高的墙能跳出去，所以末法时代我们去完成这个世界，我们正的物生发人回来度众生，身通变化度众生，那时候不是登高一呼，我们现在的力量太微弱，所以这个阿弥陀经呢，我们一日求生西方呢，为我们阿弥陀经的利用，辨别的利用，求生西方了生脱死，那么同时能回来再
研究阿弥陀经，以阿弥陀经深信发愿度心将来的利用，也就是功用众的意思。那么第五就判教，那么阿弥陀经这个教相或花严法义法花品等，花严的奥藏，法花的必须都在这个经里。那么一切诸佛的心理的那个紧要处，度众生那个心，那个紧要处，那么，常寂光净土清净法身佛那个心要处，菩萨的万行是难，不管怎么解，那么说是欧一大师说是，要是广。遍地赞叹这个经，穷劫莫尽，那么要，但是要有智慧者智者，当自私自自私自，也就当那么知自，自己体会，自然就了解啊，这种无从宣语的意思。再就是一入经文，就是六成就，如是耳闻。那么如是我听说过，表示这样的我信我才听，我不信我就不听，信为道缘功德，我深信我才闻这个经。阿难尊者开口就说，如是是信成经。诸位来到山上参加斋戒会啊，也是由信佛而来，那么回到学校对同学说，一直回到家庭对父母兄弟姊妹说，如是我到斋戒会怎么学怎么修的，我得多大利益，哥哥姐姐介绍弟弟妹妹来到斋戒会，那么就写信告诉我，那么弟弟妹妹回到家判若两人，那么这都是入社我们得到佛法的利益，确实是如此。那么如是啊，表信，我们这个心呢，是确实如是如是，而没有非，就是这个是的理。你要是前讲如是就这样，我听说过；你要深讲如是无非，就是我不生不灭的我的自性本心本具立体的入法实相的实现，就是如是的是。那么阿难尊者这个心或佛平等平等，我们一切众生或阿难尊者或佛心或众生三无差别平等平等，都是入世的是。那么我亲自听的，不是舍利弗陀目犍连，是阿难尊者托舍利弗目犍连去请问佛的，那么是阿难尊者亲自听佛说。那么世界因缘这个时候很重要，人这一生这个命运都是时，到了时候，那么自然因缘成就，那么是因缘不到，不到时界，那么也就不能成就，那么升官发财这个事情，那么撑破厉害，连一直听这个经，也都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这一时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这个历史啊，从古到现在都是时种种的演变，那么这是佛在舍利弗说经的时候，这个是。那么佛是主，六成就的主成就。那么也有马明菩萨说《大乘起信论》，也有世亲菩萨说《般法明门论》，或者是也有观音菩萨、无尽音菩萨在法华会上现身。那么或佛彼此问答说法，
这间子是我们本身世界末日在设备国其实几乎的元首，我听佛这么说。那么社会国是个国民的道德丰厚，就是国民道德高，所以社会国所翻译翻过来就是丰德的国，国民道德多多那么高，所以叫丰德，丰厚的丰，道德的德。七数几乎的缘，这位长者专救孤独的人们，所以叫几乎都长者，而是太子的花园那花园里的树木，那怎么样的高贵，怎么样的美丽，那在这种花园中佛说法，那多好多好，太好太好啊。那么在六成就啊，是无论是在佛法中啊，这是六祖来说法主成就，或者印光大师给讲开始主成就，虚老汉领导我们打禅机，弘一大师领导我们打佛七，这是主成就 就好啊。我们怎么说，讲经的人是天台智的大师，那么这一定是好主成就，虽然不是佛呀，都是高僧，无尽的高僧也好。那么这是在佛法中怎么讲，这个住持方丈那么是这、就是地心大师是某位大师，也是好主要紧，一切事情在主。那么这是佛门中的世间，你无论这个学校的校长是著名的学者哲学兼优的学者或者是这一个机构、这个公司、这个企业，都是主人，是董事长，是领导人，是总经理，特别优秀，主最重要。那么处也重要。那么经过几年选这个地方，然后选择决定这个地方好。那么说，比如说，就是社会国这个国民道德高，选这么个地方。那么我出去弘法，我的经验，大体这个地方的一般民众啊，道德高，或者淳朴、忠厚、老实，容易接受佛法。那么这个地方人心技巧奸诈，佛法很难弘扬。那么和佛说的这个社会我其实几乎对原理也相通，相通的是这是处成就那么事处之间一切一切这个六成就都是很重要，六成就都那么优秀，都那么高潮，就成就就高那么如是是信成就，俄文是文成就，医师是师成就，佛是主成就，社会国七十几归多元是处成就，那么遇大比丘生7250人俱是众成就。那么说是这个公司的职员怎么样的遵守规矩，怎么样的勤勉团结合作，这个公司决定不错，这个机构机关也是如此，这个学校那么校长、教职员那么一切的职员连学生都是怎么样这么优秀，这个学校一定是好，这个重要很重要，这个寺院大众也是这么样这大寺院的大众叫海众，像青年大海众的意思叫海众，海众都那么清净，都那么有六合合合合，那么一定这也是好。所以这个六成就啊，佛在最初佛经里头开口就这么说了，阿难尊者就这么传了，很重要很重要，是我们将来同学呀，就是家庭也需要六成就。那么住处很重要是种种啊，那么一切事业诸位同学以后切记切记需要居住在六成就才好
比丘梵语翻过来叫弃世，一波千家饭，孤身万里游，不去做士农工商，买股票卖股票，买卖房产啊，以至于台币美金日币种种，我们不做这些。那么是弃世，这样的才能转行一致地去修行，转行一致地是弘法利身。所以叫佛给我们定的叫弃世，不叫我们叫学士博士啊，说是也不叫我们啊这个经理啊总经理啊什么长叫弃世，这个很有意义，叫我们专心一致啊，托钵之后去修心或者弘法弃世。然后叫破恶啊，所以说我能领多少个人啊，那么我成什么个帮派或是不可以这样的，一定要破恶。那么四正勤，那么过去的恶令断，那么未来啊，未来的恶不生，那么过去善令增长，未来善令生，破恶生善，这是比丘的意思。还有呢，那么修行要那么对这个顺利的两种缘呢也要看破。那么还有相磨呀，破恶也就是相磨呀啊，佛成佛的时候先相这个欲魔，然后又相互这个嗔魔，然后才成佛呀，这个破恶破的基础也就叫相磨呀。那么所以第三就叫不磨，以法心出家呀，那么受戒修行魔王都恐怖，那么恐怖小乘说是有魔，那么大乘说是魔界的真如就是佛界的真如，说是一如无二如，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我们要体会魔，要能降魔，那么这是道法一障，那么能降魔就好。那么再次体会这个魔啊，和佛一样，魔的那个心呢也有真如，和佛那个心那个真如平等平等，说魔界的如就是佛界的如，那么这时候没有魔的真如。那么不魔不能成佛，那么说是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一定磨难他，克服他，劳碌奔波的，然后能到一层成就，也是这个意思。那么前250人呢，都是与佛有缘的人，才能通度。说是啊，生啊叫和合生，有世有六合合，身合通度，身子口合呢，语合呢，物章。身口意呢，意合通悦，见解见合呢，一通解释啊、哦，对，是这样，对，应当持受好，那么戒合通修，律合通均，律合通均呢，我们公共的意识就是这样，可是这是通总有别，我的衣服不是你的衣服，我们还并不穿一定是一样的。那么个人的钱啊，有时有时候是个人的，我们在市里大众住，那么大抵尤其饮食，那么衣服住铺，那么这里头
都要平等，平等中那么要有高低不同啊，那么不同中还要相同。好比师傅的他吃点，他胃口不好吃点软的，那么和我的不同，我老年我要做师傅的，我也吃点软的，和徒弟也是不同。我要是对师傅如此，那么孝敬顺从，我老年徒弟对我也是孝敬顺从，因缘果报。印光大师说，就像放烟的那个雨滴一样，一滴一滴照样来啊。那么出家的师徒师兄弟或在家的父子亲兄弟一样一样，因缘果报。那么总说呢，这叫六合合，事相有六合合，身口意，戒戒力，六合合，一念不生，念佛念得一心不乱，这理合合都一样，平等平等，这叫理合。所以，那么生啊，翻译叫生气，原因叫善感，翻译叫合合众。那么通证无为，通证不生不灭，那么妄想不生，佛法不灭，那么通证念佛三昧一心不乱，那么这叫理合一样吗？翻音嘹亮，异口同音，都怎么念都会这一心，这叫理合。那么身口意戒见力，那么都是那么通等通等，那么这叫事相的合，有事有相，那么这是事相的合，有这六种，那么这大比丘有有1250人聚，和佛都是过去生中有缘的，那么也叫做常随众，常随佛在一块叫常随众。证了佛的就叫阿罗汉。